量，每个地方的量。工作啊，就第二天的销售员啊，晚上陪他一类人的到啊。工作啊，早早就叫你一句话不了。他们干了账啊，就是你们给是一张账，他哪个说了他叫人，不会来一个人的工作就晚上你这样过一来，我一波一个人。下班谁打你走？他说谁家一张一张啊？你就叫他五家一张啊。工作啊，工作也扩大那个，有人有叫这样的别了哦。他弟弟在那里，比如啊，他看到你，比如啊，比如啊。叫人到你这里，到你这家，你到你这里，到你这里，你往不了。叫人技术人干，你讲二十个话才有一个啊！叫人技术人过来，过来过来，你往不了。叫人技术人好像你讲，我第二天呢要打电话哦，看到你打电话就问说啊，叫人热心他过来，你往不了，过来啊！啊，我你我你往不了，他叫你二十几个人一年啊，他们到哪里往不了，你往不了。他叫你叫人叫技术人过来，你往不了，打电话他弟弟往打电话，他叫。这个人一年也能过过日子吧？是啊，俺那真是高兴啊！俺那真赚了，当然叫赚了啊！比主播钱还多呢，主播操，包年终还是要比多。俺那去努力了，我爱烧烤一顿的啊！每当说那直播这边拼的啊，这边，俺们要放假呢，在俺那真高兴啊！比主路途叫这样了，比那赚就赚的这边，比主路途年年不换啊！你家嘞出家了，你家嘞年轻了，老鱼了啊！叫这样的皮奶鱼啊，好叫叫咱那个的。腰带腰带，还有把现在留来留来，好给你。我这些年都是富爸爸没打工，上没打也干起嘛来，好像。那边谁的叫别人偷，留来留来，然后年轻就不叫。好，叫你一个，一个了。一人。叫你一个了。一人。还有，叫谁开嘛，谁养的？你要的是你要说，哪里话了？你上班去嘛嘞？哎，干嘛来着？走，过路嘛，过啥意思？干，买辆马拉松，冲下去要的。走，我们这个，什么阿西沃这家的，开个雷要的，开嘛？啊，这阿什么注意着，多少个人要出发去的？哎呀，过路嘛，过啥意思？干，买这样的。哎，过路嘛，过啥意思？干，走，干过来嘞，现在是苦的干。人家在阿达飞来，在高高位，这个出来是个，你妈比我低了，多一块买带卡的是个，哎，这个是老苦，是三对象做的，哎，对哦，现在别来叫吧，都拍上别来叫吧了，叫，你来家看去嘛，好不好？我老婆过生日说的是个，老婆没拿拿回家，这个，这个比我低多呀，对的嘛，是那个飞来的。怎么这个这边在哪里？你要看，然后怎么叫来的这个要一下，家里面怎么吹的咋样？吹啥的这个？老弟，那我看哦，哥哥来，看看当家，家里看过，怎么路面上那边了？怎么地方关系也平静？怎么不把把外边了？再比如，怎么突然你来家看起嘛来着？咱们上车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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